大家好，我们刚才接了一个粉丝的盘，然后我们去盘一下，因为这个盘有异响，这种盘华超的居多啊，这种老盘。好的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盘啊。这种没有，这个这还有螺丝。不，还有个螺丝。这种老盘啊，螺丝也不。哦，这个盘也凉凉了。看见吗？划伤的太严重了。这估计也够呛，这恢复不了了，有可能。然后我们只能开底下的盘片，看一下底下的盘片有没有问题了。看一下这个盘片划伤非常严重，而且这个里面已经这个非常黑了，那这个盘恢复的可能性不大了。所以说我们要拆盘片，看一下盘片。如果盘片很严重的话，这个盘是走不了出去了。好，我们看它底下这个盘片有没有问题。然后这个盘片是肯定不行了，哇、哦！凉凉，底下呢？底下也凉凉，底下盘面我没看到了。我们看最底下一面啊，像这种已经看到三面这样了，那最后下边这个面也是没有希望的。现在这个只能翻车。好了，本视频到这儿，感谢大家观看。直升车安装完了之后，原路返回。